龙为大麦虫三年的后果。胃金龙鱼吃大麦虫有利也有弊，利在于大麦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喂食三年鱼会长得很大。弊在于喂食三年后会因为肥胖而导致掉眼、掉尾等情况，而且大麦虫身上有病菌，长期喂食会让它得寄生虫病。长期喂大麦虫营养单一，平时可以用多元化的东西喂大麦虫，例如胡萝卜、菠菜、白菜、馒头和龙鱼专用饲料来喂养大麦虫，这样虫的营养就会比较均衡。大麦虫的表皮龙鱼是不能消化的，只能拉出来，长期这样会磨损龙的肠胃，导致肠胃炎。